再张，来，咱手看下哦，咱手看下啦，照相机，来，一样先看一下我们右手边的照相机，一二三，来看一下边我们右手边的照相机，一二，已经有写三当历史的将军区黄亲母旧厝瑞恒，即卖已经改成方圆美术馆，被市府选为台中市历史名人旧厝，邀请到黄亲母的第二新妇。 林守贞女士做伙挂牌。啊，即马各位伫咧坐中庭，啊，甲迄个厝外面遐，就是我结婚典礼的所在，甲请人客宴会的所在。所以我即马就是想起来讲，迄阵的中庭，啊，而且袂当用我的语言来表达我即马的心情。 我从我的红山祖先带伫这个所在，将近半世纪，啊，经营迄个养鸡场也是40几年。我人生大部分都是拢比较过去。我非常感谢林馆长用心来创造这个方圆美术馆吼，啊，也互我们乡亲大家安尼来。 怀念老乡长，伊真正是一个会当互钦佩的长辈。我虽然是伊的媳妇，但是伊是对伊来讲，好像看我是走囝，足慈悲的老人。伊黄清武先生。 啊，他都话对当时长有已经有咧讲起哈，是咱将军真有代表性的人物哈。伊本身是医生，伊是政治家，同时呢，伊有若精通书法、学习音律哈，中书三清册，嘛是一个文人呐。所以，因公是台南难得的人才，所以经过台南市政府。 名人遴选委员会一致通过，啊，标奖伊是台南市的名人，所以我特别代表全体市民前来伊的故居挂牌，哦，咱掌声甲感谢一下哈。对，咱遴选伊作为名人，哈，伫伊的故居挂牌，背后主要的意义就是希望咱台南市的市民。 拢会当熟悉黄清武先生，吼、哦，毋是老一辈熟悉伊，吼、哦，是真嘛毋是咱电影将军后红才熟悉伊，台南市的人，甚至未来来台南佚佗的人，拢会当来熟悉黄清武先生，伊对咱整个台南市的贡献，啊、哦，啊，当然有若希望咱台南市市民会当学习伊的风范啦，啊、哦，所以讲咱。 林选伊做兵人，伫个故居挂牌，最主要艺术就伫个遮。好，啊，咱先来讲黄清武先生吼，伊作为一位医生，互人敬重的所在。啊，伊是1905年出世，啊出世，然后1994年吼离开啊这个世间，吼离开这个世间。 那么，伊是伫日本，吼、哦，日本时代台湾总统府，伊下校毕业，啊，就转来将军来到阿王这个所在开业，吼、哦。那么，因公是天皇济世，啊，伊无咧走看，伊无咧走看，有咧咧照顾患者，伊无咧走看，吼、哦。啊，救人无数，啊、哦，望中一方呐、啊，大家拢真尊敬伊，啊、哦，大家拢尊敬伊，啊，大家拢。 足感谢伊。那么，因为伊伫地方的贡献，所以国民政府来了后呢，伊有那是地方接收委员，啊，伊那是地方的接收委员，啊，伊嘛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长，吼、哦，青年团的团长，啊，啊嘛是挂牌第一任将军乡的乡长，后来参加竞选。 连任5届，吼、哦，有度有登，安尼就对啦，吼、哦，有度有登。所以呢，伫过去，吼、哦，啊，将军的一寡基础，吼、哦，也是未来发展的这个规模，其实拢参黄清武乡长，吼、哦。
对其的努力有真大的关系、啊、所以伊嘛是一个政治家啦，吼、啊，政治家。方圆美术馆也整理出八卦镜相片做展出，展出黄家相关老相片。市长也看林秀金女士伊。